还有这青池宫。恍如你让我心思绪情意，萤火毁灭，可我不会走。青墨，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你喜欢萤火，祁连山中萤火不少，可白日去寻的确有些麻烦，于是我费了不少心才为你寻得这9900只。既然如此麻烦，为何要做？因为你喜欢，凡你喜欢的我都会去做，凡你厌恶的我自会避开。若你喜欢风花雪月，无论何处我都可以陪你去看。若你喜欢岁月静好，我便与你在这云岭河曲之处安然度日。青墨，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亘古不变，若你做不到也不必多言，我们仍旧是朋友，请你莫要动摇我的道心。我能做到，我从第一句开始全部都是认真的。侯芷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也许博轩会离开，也许你父神会走，所有人都会走，但我不会。我待你之心堪比山川日月，只要你给我机会。让我留在你身边证明给你看。我还得去寻博玄，还有这青池宫。恍如你让我心思绪情意，侯芷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萤火毁灭，可我不会走。长长声音朦胧中依然清晰。这把剑自我降世以来就是我最珍贵最爱护的东西。今天我将它送给你，希望它能在你身边一直守着你，保护你。你在哪里？青色容颜随着记忆尘封时间。我今天真的好高兴，自从父神和伯玄走了以后，再也没有别人为我做过这些。伤都看不见，谢谢你青墨。梦影落残缺，故作旧人念，手里断的线是打不开的。好吃，生辰快乐。如幻亦如电，无力亦无解，只为曾经离